人在江湖飘，哪有不挨刀？即使你是如此清新俊朗，即使你是如此千娇百媚，帅气新潮闻名的陈翔化身张无忌，与五大门派决战光明顶。如果我把砖拍碎了，带着少林，带少林退出光明顶，退出光明顶，一言为定。看标，我有一二三四五六个标。哈！陈翔惨遭蹂躏之后，获独门秘籍逆袭成功。我才是真男人！哈哈哈哈哈！我们都爱笑，周六芒果 TV 见。